七二建华建华华对吧？嗨，你都那么多钱啊？我没有出了。二三七双眼柠檬，有人要抖内我吗？功夫明星加好嗨。有人要抖内我吗？我的账号是38002666哦，可以直接帮我出资。不行。Ben Comic Hello， 在想要不要吃牛排？啊 Ben， 你去啊，什么换什么？你暂时换，你暂时。小罗志祥 ，Ben 的家好。没事没事 ，Cameron 博弈 QK 斯巴纳斯巴纳吴亦凯 Hello。嗯。没有，你看柠檬。我知道。不要啊！给点。你不要，不要吵，不要讲话，嘘。勇哥嗨，谢谢。这个到底是谁的？枫叶，侯海曼嗨。刚刚在熊妹台乱讲话，真的吗？兔鲁讲嗨。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个名字？因为你就是幻影战士啊！夜雨苍神嗨。夜雨夏轩，哎、欸，跟夜雨苍晨是兄妹吗 ？Hello， 你的雨明明就是。Akira，Hello， 都是夜雨啊，还是是夜雨家族？有这种东西吗？天哪，你好中二！什么？人家就叫夜雨啊。华云嗨。嗯。谢谢思源的 love， 我好超多，我告诉你。没有，我真的好超多。偷某玉成嗨，炸鸡嗨，谢谢柠檬荧光棒，坤坤嗨，季风亮嗨，闭嘴，打招呼，嘘，你看呐、啊，我知道啦，杨雄 Steven Lin Hello， 马上破功 Jimmy Hello， 不是，我真的好很多，我真的好很多，至少跟第一天比起来，对，又小颗，耶，闭嘴。闭嘴！真的闭嘴！小飞鸟、小精灵、龙骑士、尼卡鲁，谢谢勇哥的 kiss 啾啾，燕凡 hello， 亚麻鲁图、亚麻鲁普 hello， 小皮啊，谢谢小飞鸟的掌声鼓励，我怎么看到什么小三妹的卡过？幻影战士 hello， 太不得力。哎、欸，你有没有弄化妆水？都有。他又不用用。有有的。那你帮我用化妆水。呀、yeah。你的化妆源在那边呢、欸。你的化妆水在这边。没有。DJ One Hi。你们看，这是我的蛋蛋。哎呦。我的美妆蛋。不要乱讲。蛋蛋啊，很可爱耶！为什么你越来越快？因为你已经没有用了。蜜手乐的壳甜甜 ，Hello， 小易 ，Hello。嗯嗯 ，Nick， 哦，耶，很棒啊！彩妆蛋，这是彩妆蛋，超可爱。我就是拿这个来化妆，超可爱，很开心耶！我昨天吗？前天买的这颗我已经开心到今天。礼拜六吧。金玉君是不一样的东西，金玉君是乐器，乐器。对啊，你可以。阿六天月一波 ，Hello。来化妆。是的 ，Hello。金玉君是乐器，你拿乐器来化妆吗？要考试了，君君加油！我也要考试，我明天要考试。我真的觉得这是白手套到底是谁？不是。为什么不是？一定不是。为什么？一定不是。为什么？一定不是。因为他没有追踪那么多人。对，博弈 ，Hello， 很好用的概念吗？就是拿来上底妆。他很久没来了。他的狗狗也没有那么懒了。他很久没来了。一定不是。Jeff 6106品语绿 ，Hello。Hello。
小强嗨。嗯。不要学我。宜川。这是美妆蛋。不要吵。千里眼，谢谢大橘 ，Hello， 因为你是你房东，你到底是谁？吴多多 Vicky， 小丽无以神推 ，Hello。嗯。那我真的很开心很久。我之前一直在想说，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影片那些美妆蛋都这么大颗，可是去架上明明就那么小颗，不是哦，影片大颗对、哦、影片都很大颗，可是架上人家架上卖的都这么。就这么小来了，各位，我要给你们听我的自创。结果我真的买了这么小的，然后我去，就是听说它加水好像比较好用，就是比较好用。你让我讲话，就是比较好用。然后我就去加水，结果它加水就变这么大，好可爱哟！杨雄嗨，这蛋是化妆的，啪啪啪的。人家脸比较小，不是？为什么大橘要快逃？来了。为什么要快逃？没有，他只是和弦而已啦，他没有歌词。对，杨雄就是那个，就是像什么，只是做成蛋的形状。嗯，超可爱的，大师嗨。明明就不是这样教你，哦，也是可以啦。可是最后一个是什么？一吗 ？BWSX 草莓酱 ，Hello。对不对？明明就不是这样教你，流行气垫粉扑。气垫粉扑，气垫粉，粉气垫粉饼，这是直接这样弄啊，就是它就是海绵，它其实就是海绵，很可爱耶，有个可爱的，我真的。前天买我开心到今天，就是上课上来上去突然想到，开心。毛笔，毛笔怎么画？谢谢草莓酱的我来签到，鱼二 Hello。感觉很难用，不会，其实还不错，就是感觉比较，其实我也不知道差在哪，可是就是很开心，这真的开心到今天。用墨汁怎么画 ？And Hello。叔叔你好了，等一下用布笔怎么画啦？哎，真的很幸福哎，就是一种买到新玩具，小朋友买到新玩具的感觉，哇，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一直很期待赶快回来直播，因为我要化妆用它。Rex W Hello。而且我是走在路上突然开始想掉，然后就跟企鹅说蛋蛋，然后他就说什么美妆蛋吗？不会五颜六色，我会洗它，我有洗它哦，我现在还很爱护它，我还在爱护期。哦，它被我用坏了，谢谢荧光棒，对，我是小朋友，很可爱耶。多少？我这颗是100多，我这颗多少？我忘记了，可是我这颗100多而已，这颗还好，我这个算便宜了，我这个很便宜了。什么说好化妆？没有化妆啊。哦，你觉得呢？杏婷荔枝山 ，Hello， 什么？再一次？这样转会不会太硬？再一次。可是这个角很好用，这个角就是对那种皮肤凹处啊之类的很好用，超好用。不对，蓝蝶海，舒纹路舒正，叔叔买给我。
大池这个很可爱，真的好可爱。蛋蛋，你买新玩具给我，我大概就会想起来。不行，你起名叫一麦可以。功夫达人海，我不知道。你说前一个吗？对、啊，可以啊。但是之前再来转下来不行，我不知道。不行。很怪吗？很怪吗 ？Hitan Hello。我听还好、欸。买一大块海绵，自己拆好像比较省。会很怪吗？不一样，各位不一样。会很怪吗？这个不一样，这个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大家会很怪吗？真的很怪吗？我觉得很怪。随便你啊，你的歌。我觉得曲转音麦比较怪。研究什么？谢谢蓝蝶的 love。对啊，阿六，难怪没有女朋友做男朋友。哎，不行。慧哥 ，Hello。咦，可爱。他本来只有装进去还可以晃的程度，这么小啊，他现在已经这样了。快点，我想要那个得得得。等一下再帮你想好不好？噔噔噔。好可爱，新玩具。杨哥，大家会买一箱的彩妆蛋蛋哦。不要，我没有买很多奇怪的化妆品，我只有买这颗蛋蛋而已。很可爱、欸，开心的模糊。武斌 ，Hello。前面和弦好适合和锒铛六变式，可以直接扛的是什么？直接唱的是什么？锒铛六变式是什么？谢谢秧歌的玫瑰摇 ，Hello。子妍 ，Hello。哦，有可乐味的口红，哎、欸，那个我还没用。因为我口红很多，锒铛六变式的 Kiss Me， 大橘要点歌，他现在忙着创作自己的歌。子阳是在 Hello， 雷电 Hello， 咦，蓝蓝，很开心什么？因为买了这颗蛋，很可爱耶。你们不懂，就是一种新玩具的感觉，就跟你们买了新的专辑一样的感觉。哇！用蛋摆 pose，OK OK。立蛋，中秋节要立蛋，中秋节、端午节。哪里唔通宣扬 ？Hello。刚第一眼以为是美妆蛋啊。
谢玄阳的 love。不行，这个花花要先关掉。谁在一起？开什么车？杨秀梅同意。哎，这拿出去，但玩具很烂哎。我是不能讲这种话，就是我抽到的很烂。我是还是不能讲这种话，就是企鹅给我的很烂。是装置艺术。OK， 谢了，挂在我身上。就是很烂啊，就是装置艺术。嗯，装置艺术。对，我是 AKB48 TP 怕还真不知道美妆蛋怎么用。美妆蛋就是赞赞赞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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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企鹅的锅。对，是木木的锅，没事。 OK 啊，又怪我。没有，你以后不要吃。马叔叔拿火，哎、欸，拿火。我今天很绿吗？拿火真的，其实还好哎、欸，拿火。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绿啊？棒棒糖，你不是说你是罗志祥吗？对，就是立体粉扑。莫里斯无糖 ，Hello。收到上海健达出奇蛋，跟以前一模一样。以前长怎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吃过健达出奇蛋，因为它真的太贵了。去抢鱼仔家的灯，好想要哦！鱼仔送我。送你什么？灯。怎么灯？黄灯。为什么放黄灯？因为很好看。就直播起来。自然大葱的宝六块也是这样子的吗？呀 ，Karen 1003 ，Hello， 我这是1028的，1038，1048，对啊，你也在啊，你怎么也不知道？没这么圆，那不然要怎样？这样平平的。以前是只有皮是巧克力，里面是玩具，现在变一半一半。哦，我有吃哎、欸！你是不是有给我？你那个放了多久？给你什么？就是皮是巧克力，然后里面是玩具。那不就是现在出奇的？对啊，可是现在是。一半是玩具、oh. 一半是巧克力。还好吧，还有哎、欸。哇。还没吃完、欸。我这个100多而已。咦、yeah. 人家只要39。不是49吗？伟明 ,hello。还有各种不规则海绵、五角形之类。我有看过，可是我没有用过，我只用过菱形。跟正方形啊不是一样吗？跟圆形，跟不知道怎么讲，梯形，梯形之类的。VHII Hello， 很可爱耶！什么时候会失宠？快了，还没。我现在还很开心，就是想到要拿它来化妆就很开心。
可爱。美妆蛋跟企鹅哪个比较好捏？捏哪里？肚子吗？美妆蛋后身，虽然企鹅的也很短，很短，很软。脏掉蛋洗不干净的时候就会开始被打入，我就会买一颗新的。不会，我会继续的使用它，毕竟它都已经洗不干净了。我就会开始不洗它，没有，我会洗它。它如果掉到地上怎么办？它刚刚掉了、啊。谢谢柠檬的水瓶宝宝，它刚刚已经 already 已妈打掉了。某，落ちました。它有点干掉了，就是我原本是有加水，很可爱耶！不要，我才刚买，才买的第前天才买的，一二第三天，谢谢柠檬的水瓶宝宝，对，三秒定你，不要，我要等等。可爱，没来化妆，三天够久，三天还不够、哦，我还没拿到台中跟妈妈训练。细菌比毛头还多，那是因为没有洗啊。可是你洗了就不会啦。没有。我刚刚就是用这个化妆，你们看我的皮肤很好 ，good， 这个就算了 ，good， 还可以用肥皂洗吗？我是用肥皂洗啊，因为我没有洗这东西。闭嘴，有点绿，它是。Tiffany， 它已经脏了，你们看见了吗？这已经有我粉底的颜色了。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好绿啊？衣服的关系吗？这 Tiffany 蓝，豆豆出来玩的呀。对，这个就算了。走到飞 ，Hello。这个100块，只要100万。与其拿来买这个，你给我去握手会。为什么要买这么容易脏的颜色？因为那个品牌只有这个颜色，就我只刚好看到这个颜色，我看到的那一边刚好就只有这个颜色。对啊，我今天是茄子，茄子才没那么淡嘞。古早味 ，Hello。里面有没有歌手叫罗志祥？没有，谢谢。尼哥 ，Hello。但还是想买，不行，二九。珍贵的茄子哪是长这样？是吗？阿贵仔，嗨，谢谢谢谢的枫叶，谢谢阿六的枫叶。觉得我今天很黄吗？觉得我今天很黄，有点绿绿的。真过会褪色啊，也没那么淡啊，有像米。谢谢柠檬的枫叶，小浪客 ，Hello， 西兰 ，Hello。淡淡，我
真的是可以把它拿去拱起来耶，就是用我收玩具的那个盒子把它放在里面看很久。我今天好绿哦，我今天是很绿。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嘿呦，大家好，我是高林爵，这样不觉得我是变绿吗？阿翔嗨，对，间断已经就是我的粉底的颜色，皮肤色。请把它放在化妆，很可爱。对啊，这个放化妆包好占空间啊，怎么办？所以他要另外再买一个化妆包，这么小的，哎，这么大的，装进去。谢谢阿翔的玫瑰，掌声鼓励，还有看好你哟。什么绝味？不是，我明明就是蛋拿走才变绿的，你们自己看，蛋进来的时候我还是白的，蛋拿走我就变绿了，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还是衣服的关系？哦，好像是衣服的关系，那我就这样吧。还是我今天就这样。你太绿的，勇哥，都是茄子的锅，对，都是茄子的错。什么盘子？很可爱。是一个袋鼠，好的吧？什么？你才绿茄子？柠檬？这哪是柠檬？这也太欺负你了吧！柠檬是绿的，好难啊！哇，看马蹄没动脏。跟你们说，我明天、后天、大后天考试，耶！我前天把它这样子夹着，就夹在那。开心，反正应该没读，没错。那你来连播，没关系。我比较任性，考完就是演出，演出，演出什么？玉超嗨，你跟姐姐告状没有用的。哼，十六名，丢高嘞！我们班只有十五个人，要怎么考十六名？第十六是谁？坦荡荡去考，没有错。钱森海，我们不临时抱佛脚。不要，我要做自己。顺便拿早餐，不行啊，这个会出事吧？可是我蛮想的。Anna Hello， 明天第一节是自习，对不对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明
天第一节是自习，对不对？那第二节呢？国文。那第三节呢？不是自习。所以自习两节。啊，下午呢？还有一个英语，早上还有一个英语。国文、英文、自习。肢体。音乐。所以下午第一节是自习。OK。付两分也太难了。用早餐影响他人，赚。我有带书，只是是因为要放寒假，所以要带回来的书。Hello。最近想剪刘海，好就剪，看你适合什么吧。你可以，你也可以尝试新发型啊。想一点早餐，想一点早餐，你觉得应该要什么？意大利面。泡面。不要泡面。泡面中餐。可是早餐店的意大利面，我觉得还好，没有很香。是我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可是没有到很香。就是会扩散到全教室，大概要姐姐吃的那种吧，班长吃的那种。早餐吃烧肉是什么？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香爆！铁板面加肉加蛋，在教室现烤，教室要怎么烤啦？明丽 ，Hello， 筷子 ，Hello， 我的手机嘞，香蒜面包，那有香吗？很香啊。那是嘴巴香吗？很香好不好？真的吗？是就拿出热水，不行啦。找不到线索。真的吃了盖泡面，碎，最喜欢这种的。每次书都会有一层的圆圆的，一周站会考100分哦，要出一周站呢。这里面塞住了，在你里面。最里面，它里面。在考卷上面绕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看到我在干嘛？有。
白痴啊，我有看过，多久了？很久，超久。魏凯，海茹。不是不是不是，是里面的、里面。透露年龄没有，真不好吃香蕉的。那你去试试看这个没有？哎，好可怕！这是我的声音吗？为什么你这么漂亮？我也不知道。你是我想自我穿什么的、啊？谢谢日超的荧光棒，我听不出来。九一嗨，谢谢魏凯的蓝色圆棒，我不知道我自己麦克风出来什么声音啊。一点的喂，星星，看我现场，我不会，这时候有吉他啊、哦，哦有哎、欸，我没有认真听过，哈哈哈，不一样好不好？现在的歌你一首都没听，为什么？听这个。看日落，然后我喊你。星星你怎么了？星星受伤了，他受伤了。插电的版本，哎，我还没听。JKT， 开歌嗨！Tell you what, if you go down
down that row right there, about 500 meters, and turn left and look at your right. There could be someone who can speak English there. 我也会一点点中文，你们会吗？不会，不会中文，听不懂。你听得懂中文吗？中文啊，中文我也不会。那我也不会。我小学都还没毕业。我也是还没毕业啊。你是哪里的？我是台山的。那我也是台山的。台山啊，那不错，那。可能不会中文。不是这个。我觉得这广告很好看。星星被车撞。什么？星星被撞了。星星加油，加油什么？星星好好养病。啊，是这样的。少年嗨，小雨嗨，丽友嗨，广告好看呢、欸。不插电的是哪一个？啊，这个吗？这个吗？小东海，好酷哦！怎么变那么大？什么意思啊？阿六，你一回来就讲什么东西？阿叔 ，hello， 我哪有变？我只是靠近你们一点而已。为了去发展看电视发展，没有。哎呀，白痴哦，是贝贝啊，好酷哦！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出国，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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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乱叫，孙啊是呀是呀是啊，不什么孙呐、啊，是呀是呀，玩玩嗨。你们要出国深造吗？谢谢满满的乐，谢谢满满的贵族玫瑰，这是谁？什么夕阳？是 Only Today。西西，你不是受伤吗？你是一定不打一堆垃圾话，你是受不了对吧？对啊，怎么会是夕阳？我傻眼 ！Oh my god！你哥还阿六假扮，好、哦、抓到抓到，终于不要再藏了你，我们已经抓到了，看透你了啦，就盖过去了，好好听我讲话，我的哥哈，你不是受伤吗？
都偷偷看阿潘。阿潘有看吗？有吗？有吗？有的话一定在看阿潘。叔叔。弹乐器，他们眼神都很杀，结果是阿卡贝拉。这不按照去阿皮那个阿皮阿皮，周丽杰，在勇往直前的怎么了吗？是不太嗨，子琪哎。就能说这花心蛋给你们错了，这是叔叔妹 and 神崩哥的。哎，后面的阿卡贝拉真的眼神都有杀哎。好强啊！神波萨库拉，萨库拉，神波萨库拉，啊，神波萨库拉，啊，原来是萨库拉。水吹海，杨兄替我解决了我这一生的困扰，谢谢杨兄。学一下，各位各位学起来。4501041，Hello。这加起来点镜头也太难了吧。Hello。什么是硬核柔情，听出了浓浓的草原味道，尤其是听到了哒哒哒，就感觉像是腾格尔老师坐在马上搭着加特林放羊，场景显得搞怪而又有趣。不要跟他打招呼， Oh my god， 你们这些神经病。想到你我就没有，你们好奇怪呀、么么哒，不要，我才么么哒。大家好，我是小绝绝，么么哒。好恶心哦。除了腾格尔老师硬核，他是没日文的。费玉清，
的字典里没有风琴。小姐姐在外面。39407526 Hello。花泽香菜唱周杰伦没有？可能没有。小姐姐，小姐姐，你会唱那个盲咒吗？会啊。一想到你，念你。哎，麻烦停一下，我说的是那种小姐姐版的。啊，安排。一想到你我就哭恨的梦中。这首好听哎。少去只会埋怨。一想到你我就还生气了，喵喵喵之歌是什么？学猫叫。这个歌现在这么火，我也来凑个热闹吧。大文学某教。一想到你我就空恨别梦久，少去只会埋怨流。一想到你我就这个我可以，等一下这个我可以。一想到你我就空恨别梦久。文熙学嘻嘻叫。最近很多人让我唱盲咒，我是那种你让我唱什么闲我就唱什么的人吗？一想到你我就更恨别梦久。这是抖音合集耶。少许只会蔓延流。来唠起来唠起来了。嘻嘻，哎，大家很喜欢听你叫哎。你要叫大姐唱那个。上去只会埋怨了。这个吗？我们一起学嘻嘻叫，一起闭嘴！你们闭嘴！连北地藏连北教一起，我们一起学嘻嘻叫，一起连北地藏连北教。嗨，呀呀呀！下次见面喵哎，喵喵。喵喵喵喵，我们喝酒，谢 hello， 是越南。太多了。韩语，韩语。腻了，真的气得总叫。哎，企鹅怎么叫？
听不到，听不到。哇，呱呱呱呱呱！是有这样叫吗？你确定？我好呱啊，呱呱呱呱！盖被子啊，你压着被子。哇，呱呱呱呱呱！今天好冷啊。是呱。哎，阿六说猛，阿六说你在猛哎。哇。你家的企鹅声音好像牛哦，企鹅是不是要睡了？它快睡着了吧？企鹅过来，过来这里，过来这里，来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哎，等一下，不对，不对，不对，哦，过来了，弹头鱼。鹅群，迷你猪，大声点！他不会一脚过来的，他现在在卖萌。其实有菜迷你种子，没有啦。充满杀意的爱心。你才黑啊！其实被鹅攻击过，真的吗？现在也是被攻击。他睡了不是很常给你一拳吗？他超，他不是给我一拳，他是给我一肘击，一肘。黑天鹅，黑天鹅。哎，我真的好好看哦，赶快截图。帮我截图，不然我自己截。吉他会倒，吉他，吉他乖。我截好了，科比哦，刚好中指受伤没抱起来，哈哈，白痴啊！抖起来是紫的，可以想象西西被鹅追的样子，可以，完全可以。西西被什么追我都不意外。他会变绿？不会。大二下要去。期末考的时候，鹅就挡住门口，绕过去死了。西西，你的人生好有趣哦！妈妈吃鹅肉帮你报仇。等一下，等一下，不对，不对，不对 ！Oh my god！ 等等。要迟到了，打电话说一下。打电话给 baby， 正在拨打 baby。你出现就沉醉了世界。蝙蝠侠里面有企鹅，吃鹅肉企鹅会不会 QQ？ 会吗？会。你是睡着了？要了，那你要不要先睡？那你去煮。你在等我讲这句话吗 ？Oh my god， 我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星星，星星，星星，他大概不会去了。快去！您尽量不打扰他们，可以绕过去。直接膝盖被攻击到淤青，这么酷！鹅有杀伤力，有这么强啊？你俩就睡着，你还咬？俩就睡着了。小年，快去！
爸爸是今天的草莓饼干，最喜欢吃果糖。嗯，他的小姐姐很可爱。麻烦了，还要请两个人。狗狗说他想录四强海。狗狗说他想录制，我不知道。狗狗想录制，被鹅腿门槛会痛。是是只是没，哎，不是，买中号跟鹅没有关系。你的酒馆对我的拥抱，承诺喧嚣还在等我，对吧？要不要买一颗？睡前帮我垫一两支睡觉。那现在不行，现在要这样。还握手券把钱花完，开始偷学校袋。什么？太惨了吧，陈哈喽。等一下，这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哪里感人了？这是个很白痴的故事。你有没有要去啦？你想不想去？有。那你要去吗？有。那现在，部队起床，三秒钟，两秒钟。哇，我现在倒数对他们没有威胁了。我刮不烂我纸。哪有？橘子你怎么还没给他啊，你还没给他。哎，阿姑啊，你走啊，他要先去了，起床好是吧。哎，我礼拜四，我是礼拜四直播吗？这礼拜啊，我怎么知道你这礼拜还是礼拜三呢？好像是礼拜三。礼拜三的时候提醒我一下，我要再讲一次我的自我介绍。我怕礼拜日今天讲，没有人会念。现在讲，不要，快点，太早了。哪会？先让他们复习。会忘记，太早了，礼拜三。看你觉得朱一云的右边没毛呢？对啊，哎，我真的救不了他们。你的酒馆对我打了药。我也好想这样去注意西西哦，可是西西都这样子。哎、欸，爸爸，阿六记得。哎、欸，爸爸，哎、欸、爸，哎、欸、爸爸，哎、欸、爸，我就是你们的杰哥。哎、欸，这是我妈想的、欸。什么？我帮你想的好不好？哪有？你自己上哎、欸、爸爸，哎、欸、爸，哎、欸、爸爸，哎、欸、爸，然后后面是我帮你想。我就是你们的 Jacker， 这就是我想的。哪有？这就是我想的，是真的是我想的。我不知道，我忘记你原本想什么，但我突然跟你说，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是我觉得会很烂，你不要嘴我。我就这样，我就是你们的 Jacker， 这就真的是我想的。不是，哎你哎。你都这样，没有口，我帮你想的。阿六，我讨厌你。然后你又缩回去了，你是怎样？你现在在呈现你的大头贴的样子吗？对啊。生气。哦，
下去了没有？中药 Hello 要给好了，四季嗨，不要，你现在就是那个样子，没什么好看的。你要看，我要看可爱的企鹅君。你现在就长这样啊？我要看啊，完全一样，完全一样，真的一样。我要看。没有，我很爱西西。嗯哼，没有，我讨厌西西。啊，小金超可爱，小金超可爱。真的假的？有这有现场，太酷了吧！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太多了，母汤爱。你就是西西，西西就是那种说自己都没有人爱，然后别人说爱他，他就说你走开的那种人。阿鲁伊，萨鲁伊，萨鲁伊，怎么会阿鲁伊啊？啊，我为什么破了一个洞？萨鲁伊，我破了一个洞，莫名其妙。他甄选时期就放过，我觉得太多。西西很机车哎、欸。阿之一没有，现在是三木。嗯，我觉得很，不是他们不是很长一条吗？哎、欸，这个有点过分哎。欸就是太多啦，就是会腻啊，会分到腻。对啊，我没看过西西也烦耶、欸，都已经一年了，还没看过西西。对啊，其实不是西西家，对啊，孔雀。赶快去啊！他都出去了。No ma da da la da da e la i， 好可爱！谢谢四季的香槟。No ma da da la da da e la i， e la i， e la i， e la i。我认识你有一年吗？我也不知道。阿米嗨，樱桃猫嗨。就是很多，就是它不是很长一包嘛，就会一直分，一直分，分，今天吃这样，明天吃那个，然后就会很多。可是泡牛奶超好吃。Hello。对嘛，一年前刚好。嘻嘻。你变了，你之前不是这样子的。看完了。那你要去了吗？人家已经出去了哎、欸。三木一，三木一。Hello。忘了放音乐。忘了。忘了。没东西泡牛奶的也是啦。星星渣男，还没一年的梦想，快了快了。The flower， 一起来，你啥嘞 ？I'm a rainbow， 那个嘟嘟嘟嘟，拿冰的手摸肚子，我没有冰的手，我是微凉。啊，不好看。不一样哦，白痴哦！这首是 Flower Dance， 是吗？对。
没错，蝴蝶女人，好听耶，这首，这首是我第一个自己学的钢琴。可是我家钢琴坏掉了，就几乎没有在弹钢琴，只是这学期有去过几次琴房，可是我就没有在练这首，所以这首我也没有，我没有练完。对，我会弹呢，我会弹钢琴，没有人知道哟。我画风变正常。Hello， 咚咚咚 ，Hello。钢琴贵。可是有，我有那种啊软垫的钢琴，就是那种可以卷的那种。可是那种真的很难弹，就是它可能按一下它会跑两下，不然就是按一下它不理你的那种。用写的也太烂了吧！A little story， OK。没有气质的女孩子，笨，你就喜欢走歪。我哪有，我超气质，气质女孩儿。Yeah. 苏米嗨，杨雄好，杨雄好严格哦。哎，拜托，我也只有自己直播的时候会讲话，是吗？是吧？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气质的，我还是正常的。不说话的时候，哎，看到什么？闭着就气质，我哎，好凶啊！你这句，你这句好，你讲的好凶哦，能不能温柔点？请友善对待动物，好不好？那这是我第一首学的，我真的那时候真的学的很煎熬。然后我第二首是什么？好像是那个吧，那个叫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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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叫什么？突然忘记了。哦、oh, ，River flows in you， 这个只是说实话很凶。嘴巴闭闭，不要开口，很呆，什么很呆？这是我第二首学的，然后呢？我到底学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好，不管，反正呢就是学了一些，然后现在没有在这个学期去琴房没有学，是因为我在学另外一首，对，又是另一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叫《调音师》的微电影，学这首，噔噔噔噔噔噔，对，反正你就是这首很洗脑，我觉得啦，
反正你们去 YouTube 找调音师，他就会有一个法国微电影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十几分钟那个，就是这首，超难的。虽然他弹很慢很慢，可是他的位置都超奇怪，所以我学了超久。阿元嗨，陈宝祥会的才艺很多，但大家都不太知道。Yes。会出怪是这样，放 IG， 可是我觉得拍的时候，对对对对，哎 ，QK 怎么知道啊？可是拍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出错，就是那种要拍个200次就会成功，0.5次的那种。老沙嗨，有时候会走中什么？而且我还自己做了一个清单，就是。我想，哎呦，按到了。我想学的钢琴都在这，基本上是都还没啦。小野庄方舟 ，Hello。上次有聊过，真的吗？哦，对啊，好像有。拍很多很多次，但效果很好。可是我没有感情，还是我先学吉他。可吉他真的超难的，吉他我大概要学2年嘛，好像有点久。我想学调音师，我都没有感情，还是我先用软垫。阿林叔叔会买，我不是天才。卢正义还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有艺术方面的细胞，我是有艺术细胞的人，可是我没有用。小铁琴，我电吉他在学校，再找人扛回去，扛不走。其实应该不难，而且我都是看这个学的，就是看着这个。水吹晚安，拜拜。我会想学啊，这首在我的清单里，可是应该蛮简单的吧。是吧？那抓几个 CP 不就有一堆苦力？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对，不对，不对。很少听到后面 ，Summer， what's that？ 也太绝望了吧！佩森 ，Hello， 你干嘛啦，先生？钢琴的话很难出头，感觉对。就是贝斯也很难，吉他也好难，怎么什么都好难。因为我觉得。打鼓的也很帅，可是会打鼓的人也没怎么在出头，就晨晨跟小迪嘛。搞怪的钢琴应该没几个，搞怪。
怪的钢琴。晨晨，晨晨会打鼓。晨晨，嗯，爵士鼓哎。对啊，你不知道。哦，好强。靠脸就行，不行，靠脸我会输。我还想学这首哎，超难的啦。啊，豆皮也会，豆皮也超强，豆皮根本就是艺术细胞王。好像也不难，哦，难爆！我现在是卡歌大魔王，留下音乐天分，怎么说什么意思？啊，他有多久啊？不久，十分钟而已。他还会唱歌，对，啊，也是音乐啦，都没点到其他。我也很少在画画，可是我觉得我画画没有退步，只是比较不会抓细节了，退步了。会的很多，各位只背曲一，我会很，我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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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皮的学科很神秘，什么意思？很会搞怪，我哪有？可是很会搞怪，我们团也是有人啊。不然我们来听吉他好了。不是这个，超帅的，还是很强，还好。不会钢琴只要被苏克利指点点，是会，可是我都只有一点点。画画难表演，对，除非我要练就那种五秒，就是那种三分钟画完一个人像之类的，那种是真的。人像太难了，我不会画人像，我只会风景，我比较强吧吧，略懂略懂，对，略懂略懂。我 IG 也是可以，哎，我纸都是裁的，我都没有画，欸，是在干嘛？对对对，杨雄，我就说那种就是人像真的好难。太奇怪，怪我也不够怪，说闹我也不闹，呛我也不呛，气质也没有很气质，厉害也没有很厉害，可是我很可爱。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心痛，因为他拿着东西，拿着吃的，没有耳机，很想学 K on 的吉他。可是都很难，哪里不卡？不卡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我如果学会这个就很猛。他拿海苔，谢谢老沙的 Love BC Hello 脑变长，说可爱也没有很可爱，没有，我很可爱，还绿绿的，都可爱绿绿的，帅气多一点。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会被当做脸很丑。用牙齿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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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先不要，不好意思，先不要先不要啦。海苔塞 Papi， 他在吃东西，真真嗨。我脸臭真的很困扰。4631633 ，Hello。哎，你们有买我的生鞋吗？我真的觉得我这次真的好看。就只免他硬要被说脸臭，对不对？我没有脸臭，我只是没有表情。脸臭的多小一点。哎，可是我有时候笑起来也会被说你脸怎么，你怎么那么不开心啊？你再多开心一点，可是我已经。牙齿那个我一定会直接红起来，哇，超冤枉，谢谢玉超，你给我买哦，兄弟，赶快买，真的很好看，好不好？这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酷哎，它没有头哎。它到底是什么 ？bass 吗？无头 bass。我很喜欢吉他这个声音，可是我不会。我很喜欢这个声音啊！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他有换乐器。牙齿吉他也太难。不是会长皱纹吗？你看我这两条已经很明显了。我这两条超明显的，就是已经不做表情都会有那两条。可是他的声音其实是 bass 的声音哎，法令纹，这不是，我本来没有，我本来真的没有，好绿，我本来没有，真的吗？可是本来没有那么明显，我已经老了就会有，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越下越不下雨，怎么可能？这看起来很简单哎，笑了才成才，笑的是这样哎，
这样哎，更明显啊。这开，さよならが喉の奥に疲れてしまって咳をするみたいにありがとうって言ったの。月の言葉はどこかとポケットを探しても見つかるのは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だけ。平気よ大丈夫だよ優しくなれたと思って寝返りに変わって最後は嘘になって青いまま枯れてゆくあなた好きなままに消えてゆく私みたいと手に取って僕にあった思いと一緒に握りつぶしたの大丈夫大丈夫今すぐに。我才不要再一次嘞，太浮夸，不是啊，不就是这样子笑吗？意思很明显，去开去开去去去，呜！谢谢老沙的应援棒。こんな時思い出すことがないと思うんだけど一人にしないよってあれは自分嬉しがだよあなたが勇気を出して初めて出まくれたあの夜の私と何が違うんだろうベッドで離れていても脳内に会えなくても気持ちが変わってるのに青いまま枯れてゆく好きな人がいること好きな人がいませんです。え、我干嘛滑掉？他不给我日文。为什么没有日文的诗歌？他没有日文，好吧。我没听过哎，那我练一下好不好？哦，有哎，好，我要听那个。啊，不是这个。先。もし5分前に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私はさっきの返事もう一度したい。どうしてあんなにそっけなくスルーしちゃったの？あなたの前になんだかうまくいかない人生は後悔ばかりでも泣いて笑えて少し進むんだよ。だねえ時間を巻き取らせはいいけど今夜は涙を出てもじゃない喜欢的是动物哎、欸、我现在很我现在里面超塞就是里面超鼻子的里面的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塞住，超不舒服。
等我好了，完全好了，我再唱给你们听。我之前一定有唱过。完全好了就，他自己写太猛了吧。せいは奇跡の組み合わせ。空が赤い何もかもがなら。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やっぱりあの時間だろうなんでいい。渣男嗨，茄子嗨，マクドナルド，谢谢谢谢的掌声鼓励，能哈嗨，绝对不可能的啦，哇，好绿好绿。谢谢西西的告白气球。淡季的，闭嘴。第10名，白改没有兼什么？给点光。闭嘴！谢谢高桥城手套哈喽。第十名，你们这样一直丢我很困扰，你怎么这样？我要重新刷新。好，停，截止，第十名。是渣男，谢谢渣男，渣男他进来不到五分钟，对我感冒，我觉得快好了。第九名是谢谢谢谢谢谢，第八名是阿六，谢谢阿六，第七名是柠檬，谢谢柠檬，好累啊，第六名。对什么？第六位是尼哥，谢谢尼哥，谢谢熊熊熊叔。第五名是玉超，谢谢玉超。而且阿六比的熊还比我比的好。第四名是婉婉，谢谢婉婉。好的，我多喝水。第三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传染给其他人就好了，还没，我还没传染给别人。熊，他还问我为什么是熊，然后结果比的还比我好。第二名是西西，谢谢西西，西西你丢了520耶，我也爱你耶。第一名是四季，谢谢四季，耶。早日康复，我快康复了，信我者得永生，都信我，都信我。2996不舒服，再来四颗。自己讲，自己 Q。数字没意义，不管，不管。耶、yeah, ！谢谢 QK。我这样多少啊？就看你是不是丢超过了，啊没有，刚刚好，耶、yeah, ，谢谢。我那有传教，我没有传教，好不好？他没有传教，那第一名。
那你跟我说不要来，不要来。嘿嘿，谢谢姐姐。四千，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谢谢，不要乱讲话。贪，大贪特贪，开始乱贪。最后再一个。拍拍，问你们上底妆哈，这是底妆，凉凉的，是正常的哈，来哈，哎呦，按到了，真可爱，这颗要叫什么？蛋蛋，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我会继续加油。哦，三四七七了，为什么？哇，差那么多、哦！谢谢。握手会上，来，我们握个手，我帮你拍拍拍。不要，谢谢西西，西西。我要玩什么？蛋，我不知道，谢谢。我你脸上涂辣椒，你要在脸上涂辣椒，下一个朋友会再见呢。我在弹琴，你居然就这样子陪我弹，谢谢，谢谢。高允觉得弹琴三九四四了。在六在在五十六五十六，哎，这些你算数很好哎、欸，很棒哎、欸，八三了八三了，下次直播还能见到蛋吗？应该可以吧？八六八六，是干净的蛋。哎，怎么停在八六？停在八六了，先不要丢回卵，星星乱了。九六九六九六，什么脏蛋？你们才脏蛋啊！九六九六，冷静，超过了啦，又超过，哎，吃饱了，胖子，好，你继续，快点。快点！超过了，超过了，五千五千，贪，再贪，再贪，大贪特贪。我在凑整数，他们刚刚丢到三千，然后丢一个超过，我就说四千，然后他们就丢到四零零八贪。我是贪财的绝。哎哎，超！哎，等一下。你看，不对吧？我有丢进去。你看啦。哦。要丢到七千呢。七零零，谁一下就丢一千了？贪，谢谢。现在多少？多买一点我的神血啦。你不要再丢了，你不要再丢，你这样子丢我们丢，我们会没有，我们会没有结束的，我们会结束不了。买了蛋，今天要谈一点没有。西西丢什么香槟？你要丢握手券？丢握手券，西西会来吗？你们要丢握手券、啊？这就弥补那个尾数。
神经病，8004哪里的尾数？对不起，西西，西西，请继续。西西，你可以直接丢一台火箭。西西在陪我谈。好。西西可以直接丢。这是什么发言？你这是什么发言？好诡异啊！一三一三一三，他不能去，好吧？那西西多丢一点。谢谢西西。谈，一直谈，一直谈，都要切母汤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西西，谢谢谢谢谢谢柠檬，谢谢手套，耶、yeah! ！三七三七五三七五三七，弹弹起来！我们要弹到的463五三七啊，对，463弹。西西在用他的超高智商脑袋运算中，什么意思？在运算要怎么丢才会丢到整数。嗯，我知道啦，我有理解，不是贪财小小公主。谢，没有，我知道，我知道。837837，1163163，先不要，不适合什么。刚是想自己叫自己，没有没有，西西在运算，西西在运算。黄鱼 ，Hello， 1160160160，休蛋起来。大家很紧张，直接大家直接摊到10000了，没有啦，我们来破坏大家，不要、哦，嗯，等等等等，超过了吧，906906906，超过了、啊，查你水表，超过了，9006911911911。西西来，西西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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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欸，大家很被动哎、欸，大家很被动哦。晚安 ，Hello， 888不是什么8888，爸爸的高智商脑袋，不是8888是谁？西西的高智商脑袋。75 75 75，零了吗？7878，好像是骂人，对不起。9090，等一下，手残都丢，不错啦，没关系啊，再来一轮，999999，000了吗？003。不是我，零三，玉超，玉超，哎，我的朋友们，乱跟，什么意思？哎，不要，不要哦，你，那我坐着 ，Oh my god。蔷薇刀战犯，哎、欸，不舒服，啊，不舒服，不舒服，没有整数，啊，笑死！这样我是要重念榜啦。玉超，你的头贴真好看耶！哎。573，哎、欸，等一下，你们真的很被动哎、欸，你们很被动哎、欸，讨厌呢。你要再下去组织。
谢谢大家。七七六九七七六。不要当乱女。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这样丢到十万了。不行，大家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的扣打。哎，九九零八了，速度有点快。九九一五，哎，你们好强哦！你丢了六千一，对啊，哎，七七很有钱呢，七七很厉害耶！我要重念榜了啦，剩多少？我很害怕啊！现在多少？现在九九一六，九九一六，嗯。羊，等一下，阿六闭嘴。我没有要捡尾的。你没有要捡，你只丢这个。我是要那个。不要，他想要破坏和平。谢谢大家。他们怎么都可以中奖？九九九零九九九零，乱源。九九九三，休蛋姐嘞，休蛋姐，你休蛋姐嘞，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九九九五，九九九五，你不要一直丢。你就说九九九五，换我丢而已啊。没有。九九九九。嘻嘻，在那边。耶、yeah! ！满了一万哎！哎、欸、哎、欸，姐姐姐，姐姐，我等一下再处理它。好想再丢丢，不要，明天再丢。阿丽，第十名，是谢谢。谢谢谢谢，哎、欸，这很励志哎，这是一个本来只有三千，然后直接丢到一万的励志的故事。嗯、第九名是尼哥，谢谢尼哥，拍手。第八名是 QK， 谢谢 QK。谢谢。哎、欸，哎、欸，嘻嘻，你在做什么？哦嘻嘻，所以嘻嘻要再丢，嘻嘻要再丢。我先念第七名是玩玩，谢谢玩玩。嘻嘻继续丢。第六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你要说、啊。第五名是白手套，到底是谁？谢谢白手套。一零一，这是一零零零一，这不是一零一。第四名是阿六，谢谢阿六。哎，你的拍手呢？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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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哒哒哒哒。不对。哒哒。不对。第三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二名，第二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一名是星星，谢谢星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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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啦好啦，明天了明天了。各位助手了，停手，停下你们的手，收。停手。手收军。停手，各位。那是子弹吗？什么子弹？中吧，阿里，西西怎么进到第三名呢？西西已经第一名了。总榜。哦，总榜吗？总榜吗？嗯。哇。树花花掉。树花花掉了。嗯。嗯。哎。哎。我也掉。你本来就不在了。一万五，我原本在。你怎么会有一万五啊？对呀、啊。没人会手残的，对，只有西西。Yes， 今天直播就先到这边，我已经加班嘞，哎，我加班，莫名其妙加班了。我叫妈了，拜拜。
要动哦，你不要动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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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噔噔噔噔噔噔，好绿好绿好绿。噔噔噔噔噔噔噔。